下面我们讲情字的书写要领，晴空万里的晴，左右结构，左边是一个日，日字作为偏旁要写的瘦一些。大家看这个字，要注意左右两部分的宽窄变化。日字旁，中间略靠上一些，不宜太靠下。青字，笔画之间，空隙要均匀。要注意它的高低变化。我们把这个字的书写，完整的给大家示范一遍。